大家晚上好，我是姿怡。哎，妹妹你换位了，你从后面换来前面了。刚刚他们在站在后面，然后他们有在跳舞这样，然后我现在换位置，然后前面你们可以坐住，看了看姐姐看得比较清楚比较好。那个我们在场所有的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，我是姿怡。那今天非常开心，也非常荣幸的来到这里呢，为大家打头阵。那希望今天自己所安排的歌曲，大家也都喜欢，也会满意。那想呢，接下来呢，想为大家带来的下一首歌曲是一首网络歌曲，为大家送上这首《你的答案》献给大家。Thank you， 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乐队老师。世界就这样，我也还在路上，没有人能诉说，也许我只能沉默，眼泪湿了眶，可又不敢懦弱，低着头期待白昼，结
希望你们同样会喜欢这首歌曲。然后想要，因为刚刚我来到这里，我看到我们在场比较多都是一些长辈们，所以我接下来歌曲呢安排一首比较轻松一点的这个怀旧金曲，来为大家送上这首《此情永不留》，献给大家。Thank you， 谢谢老师，谢谢我们音响老师。
不